我们对面是锤石加厄斐琉斯，我们露露加上奥巴马，怎么办？感觉不妙啊！紧张。谢谢福国特的75封情书，谢谢涅槃的10个打弱鸡。慌了，慌了，慌了，慌了！怎么不和鹌鹑上牌？说实话，虽然有很多大腿带过我，但是有一说一，鹌鹑的教学真的很好。就是我很多英雄的以前没有玩过，上手都是在跟鹌鹑一起玩的时候，然后鹌鹑教我玩。但是主要是和鹌鹑玩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有节奏，然后玩了没两天就开始有人来直播间带节奏了，哎，所以又很烦，哎。鹌鹑直播间人太多了，这人一多就容易这个叫人多嘴杂。然后吧，到时候你说你这封也不是吧，对吧？那不封好像也不是，又感觉得罪人，算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闭上眼睛，你会看到更多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咋，没画面吗？有啊。今天是2号大腿，全军出击！你们现在都知道我打游戏很下饭吗？完了呀，名声在外，牌子摊掉，风评被害。阿冷有去冒充过陪玩吗？那必然是没有。我何必呢？我还冒充陪玩干啥吧？我 我图啥？你说我图啥？哦吼！为什么我们排到的是白金的？这科学吗？我们这边黄金黄金，白银白银，对面白金白金，黄金黄金。完了，这个锤石怕是要制裁我。现在此刻就感觉就很害怕，总之。完了，他们二了。太猛了呀！我们被压得好惨呀！要么 AD 回家，我也回家。哦，他不回啊，他假装的。他这把要真回家吗？
哎呀，我这个塔刀七碎。这锤石为什么一直在这里恶心我呀？一个也没补着 ，nice 呀！补着一个，好尬。那个松鼠和野蛇，为什么要在这里恶心人？恭喜多梦粉丝班升到15级，谢谢 Drop Minister 送的星空飞机。谢谢不晚的幸福摩天轮。这塔给力，就漏了一个饼。没错，这塔是带，被你发现了。大鼻子露珠，我符文点的鞋。死了 ，nice！ 哇，队友人也太好了吧！说实话，下路享受到这样的待遇，属实是感觉有点受宠若惊。哎呦，烦死了，他们推塔好快呀。
上车。这是我见过回家最勤快的一滴了，他回家咋这么勤呀、啊、说实话我回家好像也没啥用，也更新不了啥装备，但是为了看起来显得我和我们 AD 是一条心，所以他回去我也要回去。哦，我们 AD 还没到六级，打扰了。我建议滑着大家都在抓，你抓我，我抓你，看谁抓到谁吧。哦，完了，尴尬，此刻怎么办？要卖队友吗？还可以杀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。赶紧吃个果子，虚弱劝退，还不走吗？我要炮车，炮车！哎，显然写的十张星空卡，这 AD 咋总不给我留炮车呢？真是。哎呀，没有看到有一个炮车，可惜。他们人咋没了？哦，在这儿，还是少了一个人。哦，两个都在。哦，吓我一跳。可惜了我这个大。
他们应该在要去打小龙了吧？打起来了，好多人，跑快快！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队友，希望队友不要暴毙。等我来，我有大，我有大。哎，队友还活着，太好了。这个佐伊好猛呀，被制裁。没事，就让下路一个人在那边打吧，多好呀，他可以发育一下。怎么又还在上路啊？瞎子，等我，大哥，我能跑快快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跑快快，跑快快，快！哦，那瞎子没继续追他，还行吧。啊！为什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呀？我们打野不要过来了，不要过来，大哥，你过来也没用。哎，杀一个 AD 挺好的。完了，他要没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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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暴毙！啊！怎么办？被团灭了。
哇，他这伤害也太离谱了吧，我的妈。完了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跑跑跑跑跑跑跑！啊！没了。啊！怎么办呀？那个松鼠是野兽？害怕。哎呦，这左一又来，吓人！看到他就想离他远点。我们铁男呢？哇，这伤害太离谱了，我的天，完全顶不住。就是给错人。他敢上来吗？不敢。怎么办？那个松鼠和野兽，想去排这个眼，又没有这个胆。哎，
完了完了，我要没了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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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左一就一直在这边搞来搞去，烦死了他。居然在这里偷小龙，真牛逼！他们过来了。哦，打完了，这也太多人了吧？这里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他们在大龙那怎么打起来了？哇，我们打野冒死把佐伊给杀了。怎么办？只有我一个人活着了。